大家好，我叫胖胖，我今天出了角色是铁拳里面的林小雨，这样。铁拳里面的林小雨，所以你会玩铁拳吗？会啊，会还蛮常玩的。还蛮常玩的。那来，我给你换一下麦克风。因为我觉得你声音超级小声。好，那胖胖啊，本身也是桃园人。 对，我住附近而已，他住附近而已，所以他路过，哎、欸，我跟他，哎、欸，有林小雨，就把他抓过来，到舞台上来跟大家见面。没有啦，也是很厉害的 coser， 然后上次在我们英雄联盟团展里面也有办过拉克斯，然后也很受玩家欢迎，也有上过苹果这样子。所以，哎、欸，那胖胖他本身也是因为很喜欢电玩卡曼，所以现在也在。 游戏公司工作，对不对？对，目前是做企划的工作。对，所以我们那个电竞协会一直不断的想要，把这个环境变得更适合，比如说爱好动电玩啊、卡曼的朋友，甚至你们在未来长大以后啊，都有自己的工作可以做，甚至不管是当职业或教练 ，coser， 爸爸妈妈千万不要阻止你们的小孩子去做衣服玩 cosplay， 那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。 好，那我们的胖胖，我们先到旁边来休息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邀请的下一位是猫猫。哎，有猫猫的粉丝吗？有猫猫的粉丝吗？哇，好，猫猫，请自我介绍一下。 所以大家有看魔法少女小圆吗？有，有多少人看过？我听到那声音好小。有谁有看过魔法少女小圆？有，那边都是粉丝。所以你们觉得啊？哎、欸，所以你们自己有出过魔法少女小圆的脚吗？没有。有出过魔法少女小圆，还是现场已经有魔法少女小圆可以上台来合照一下？没有哦，都。 其实魔法少女小圆是一个很夯的动画，那你可以介绍你一下你这个角色吗？她是主角的学姐，然后她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很照顾主角这样子，就是在她成为魔法少女之前教她了一些很基本的事情。嗯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如果有想要跟马美合照的朋友们，也可以跟我们一起。 来互动，来一起合照。好，我们今天休息一下。接下来我们下一位 coser 是小咪，小咪 coser 是妈哥，超时空要塞F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我是老人家，因为我都看妈哥 seven 的。好，来，请到台前。 我都看《Marvel Seven》，《Marvel Seven》 其实是很大概十几年前在中视很夯的一个动画。然后我们男生啊，我们男生都很喜欢，就是在那个机器人里面战斗的感觉。像我那边有试玩，有那个 Titanfall， 拥有一架机器人是男生的梦想。好，那小咪跟大家问好。 你是咪菲？哎、欸，对哦，忘了。哎、欸，那你不是有粉丝团吗？有。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的粉丝团，可以请大家去按一下赞。对啊，你的粉丝团叫咪菲娘娘，是不是？好吃。哎、欸，有他的粉丝吗？好吃。有他们，有已经按赞了，对不对？我看到有人举手了，那个咪菲娘娘，对。然后另外一个名叫囧大师，哎、欸，你名字好多、哦。谢谢。啊。 然后他其实他也有演过英雄联盟真人版里面的角色。英雄联盟真人版里面的尸体。尸体。我演尸体。哪一个尸体？哪一个英雄？凯特琳的尸体。凯特琳的尸体，就是一开始就看到凯特琳躺在那边，然后就要叫叫艾米奇，就哎凯特琳，然后哎不叫救护车，谢谢。那伊泽跟我抢 AD 呀、啊？对啊，伊泽。然后对，所以大家等一下也可以看到。 哎，伊泽，等下伊泽也会出现，但是他不是以
男生的姿态，我们他不是以男生的姿态，他是一个非常柔美的姿态出现。好，我们先谢谢小咪，谢谢。现在小五啊，小五其实他也演过《英雄联盟》真人版，然后他之前在我们的《英雄联盟》团结也扮演过比如说海乐里也非常受欢迎，然后他也有出过其他的角色。好，那我给你们看来《刀剑神域》的迷很多啊，我身边超多女生都爱看《刀剑神域》的。好，给你们几秒钟拍照，真的不简单。已经有小朋友尖叫了吗？良好的嗜好，良好的嗜好要从小培养，真的非常好。好，来，小五。小五，请自我介绍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五。好，小五呢？你可以介绍一下你今天的角色吗？我相信台下一定超多人知道。我看到台下有出跟我一样的角色。台下有出跟他一样的角色在哪边？有。哎，我给你机会，来走上台来跟他合照，就你们两个来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走那边过来，走那边过来。哇，那刀剑神域真的很多人喜欢。而且好多女生都好喜欢看刀剑神域哦。哇，好看。所以不知道刀剑神域的话可以上去，哎，有没有他朋友带他们两个合照一下，来帮他拍一下。好，哎，那两位，那没关系，来，你还没有介绍完吗？我今天出的角色是 SL 的刀剑神域，然后里面的雅斯娜。雅斯娜，然后哎，你要不要顺便讲一下你的粉丝团？我的粉丝团吗？应该蛮好搜寻，因为我改过名字了，就是直接搜寻 Mai 小五 MAI 就可以找到。MAI 小五，我上次啊。上次在他们那边啊，就有那个小粉丝来说，就是他上次看过你 cosplay 过凯特琳之后啊，然后就整个迷上你，所以他知道。那那位小粉丝有在现场吗？有没有吗？有，他说他一定要来。好，那哎，那这位来，那请你也自我介绍一下。所以你玩 cosplay 玩多久？今天第一次，哇、哦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这样欢迎进入这个圈。所以是你跟朋友一起做的衣服这样子啊？哦，了解。所以刀子还没有做就对了，还是刀在台下。好，刀子可以爬出来了吗？你们刀子可以爬出来了吗？哎，你们可以吗？对感谢，对感谢。两个用游戏里面的，然后用动漫画卡通里面的角色的姿势来，好，给我，谢谢。漫画里面，卡通里面不会有麦克风。好，来，你也跟他摆一样的姿势这样子。